同级犯啊，他已经跟我告白了。你应该要说，你也要努力当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你们要是有谁敢再动我们学生，我就退出这一盟。我以太子的身份，拜托干爹。我要是不答应了，要不要报仇？我最有资格说话。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父母吞得下这口气，我今天就杀了你。今天晚上8点，还是神仙老师搞最终回。